市长，台北市为了成为健康城市，一直持续努力，健康卫教也会从年轻着手。但对年轻人的沟通，我们有什么把握吗？年轻人语言，我们一定要懂一下。我之前做过潮话大挑战，记得成绩还不错。市长，你知道潮话是推陈出新的，像最近流行耳朵怀孕啊，耳朵怎么可能怀孕？市长，可惜你用被烤过的无烟薯条、酷酷馒头、傻眼猫咪来形容一下最近的心情吗？坚持香蕉，忍耐龙眼，打拼火龙果，推销一下农产品呢？市长，那有什么潮话可以放在对市民的健康沟通上吗？有。心肺功能及关节正常者，六分钟可以直线走660公尺。如果你UR完成或喘得非常厉害，建议你进行相关功能检查。记得666健康自我检测，台北一起更健康。我好像志玲姐姐。